我要跟海文庆谈成办点事儿，是去暗杀宋田吧？看来什么也瞒不过你啊！你有必要瞒我吗？那董海文本事大，这个团长你让他干得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这个意思。思琪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？啊！你放了一群大老爷们在家。 你一个女人深入虎穴，我能不担心吗？谢谢你，暗杀松田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必须去完成。现在独立团有鬼子的内奸，你移动目标太大，这也是不让你参加的原因。好，那你小心点啊，这事儿办成办不成，你都得给我好好的回来。 你放心吧，先生，卖香烟吗？垃圾门的。 東亜日報の記者です。すまない、これは命令だ。何これ、出せ。自分の薬でもダメですか？はい、で止まれ。 请大家安静一下，请大家安静一下。最近呢，由于著名学者何一成夫妇的离世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大关注。今天呢，我们特地请到了大日本皇军驻华北暨东分区司令松田将军，就此事对大家做一个说明。松田将军呢，一会儿就到，请大家稍待。 各位记者朋友，松田将军呢要先会见两位重要的客人，然后再跟大家见面，请大家先用些茶点，稍坐等待，随意随意啊。随意。お前たちここで見合ってろ。ちょっと下を見てくる。はい。 これ一体何の騒ぎだ？報告。あいつがピシャの専門家だって。招待状と通行証もない。太君，请问您有什么吩咐吗？水，我为你持ってけ。太君，您这是……哦，小人明白了，您是要用热水喝药。そう。我这就给您拿去。早く。 許可。どうぞ。すみません。すみです。すみません。何？警察高火災を持った人間が中に入ってった？はい。日本の記者だと言って。いいベンチじゃ。
我是一名军人，要随时保持冷静。没看见我这儿还有客人吗？ 站住！我怀疑你现在有危险。那你？这是金丝楠，人吃阴气，怕人血，马上就会心底的爆炸。荒唐，无稽之谈。 将军已经吃了好几粒了，将军，快点人啊，送将军去医院！干！快点人啊！来人了！来人了！将军，来人了！将军，已经来不及了！将军！ 宋天将军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辜负了你们的期望，我向你们谢罪。天皇陛下万岁！大礼遍地阁万岁！ 这次宋殿战之遇难，是你替我向上面做了证，上面才没有拒绝下来。次长，您不必这样。黑木只是向上面说了实话，是宋天将军执意自己要去的。我感谢你。过去我们之间可能真心不懂，可现在。 我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帝国之人。作为帝国的军人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，没有必要自相残杀。我们这次中转了独立团，我会向上面汇报给你发嘉奖令的。虽然宋殿将军殉国，但我给他的承诺。 不会变。一个月的期限，只剩下15天了。次长，现在那个承诺是我们两个人的。黑木君说得好，目前矿脉独得西巴，只剩下董海文一个人了。
这番话有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，不过以前好像在我爹的书房里看到过。海文武儿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为父已经是在天国里了。由于你搅入了刺杀萧腾军的爆炸案，萧腾军以此为要挟。 你可是董家三代单传的唯一一颗独苗，为了你，为父什么都能豁得出去，可是我又不能做出出卖祖宗的事。于是，我精心设计了一个局，一是拉着日本人这个大旗，逼谷振堂答应低价卖出铜锭。可是谷振堂识破了我的想法。 反而答应出卖铜锭，于是我把运铜的路线和时间透露给赵姑娘，让共产党把铜锭劫走，然后为父的第三步就是逼谷振堂造反，和日本人决斗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局啊！只有我死了，才能保住铜锭，才能让小藤俊得不到矿脉图。以我这条老路。 换取三全其美的一条计策，我看值啊！爹，哎，干嘛去？ 海文哥哥在吗？半天没看见人了。那戴俊哪了？我哪知道啊？哦，赵政委也不在，就是那个女的，他们俩一起出去了。哦，谢谢你。 虽然信里没有矿脉图的线索。 但对你来说，应该也是最大的安慰。如果这一切都是我爹故意安排的，那么这把扇子也应该有它特殊的意义。攀手消杀鸥，一生都是筹。这首诗在我小时候，我父亲经常给我念。可这幅山水画又是什么意思？我好像在哪见过。 越来越清晰了，看见没？这上面也有沙鸥。对，这上面也提到了沙鸥。火龙沟铜矿、张家山铁矿、马川金矿，现在已经知道孔山都在这个扳指上的画中。哎，海文，会不会这扳指上的图，跟这扇子上的画加在一起是整个矿脉图呢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矿产资源分布之广。 矿产之多，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。原来这就是小藤俊的向日葵计划。这就是矿脉图，没错。太好了，爹，您留给儿子的秘密我都发现了。谢谢。我没想到您为了保护我，为了国家的宝藏，这样去设计自己的死亡。 您忍辱负重，担下了汉奸的骂名，却有着这样的民族大义。爹，我会有您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。您放心，我会坚持的走下去，直到把小藤俊、把日本人彻底的赶出我们中国。你知道吗？你们送来的矿脉图，省委、铜江特委十分的重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快请坐。冰山指示。 要好好的表扬你们，我也为你们的进步而感到骄傲。哦，另外，你们独立团创建发展到现在很不容易，有些失误也是正常的，但是要吸取教训。还有，在你们最近的行动中，无论是组织上还是指挥上，都出现了一些问题，这个要加以总结。
特别是对你们的团长古振堂，要加强教育，不能对他纵容迁就，否则就会出大乱子。另外，还有内奸问题，这是小藤俊安插在我们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，我们要尽快的挖掉这个定时炸弹，否则后患无穷。程毅，请你转告组织，我们一定会尽快挖出这个奸细，为死去的战友报仇。 你要考虑清楚，我怕你会迷失方向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把握分寸的。好，程毅，我们这儿的问题怎么冰山都知道，莫非？没有什么莫非，记住，冰山是党组织的一个秘密。好。 有了联合大情报，共党已经拿到了矿脉图。村长，共党得到矿脉图并不可怕，因为裁决权还在我们大日本帝国手里。加油权和运输权我们都有，最可怕的是，我们没有那张图，没有那张图，我们就无法推进向日葵计划。 向将军承诺的一个月期限，就快要到了。我们已经再到继续。另外，惠子一直在八路那边，对他们帮助很大。您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地方长官，这样对您的名誉有些损失。惠子。 是我精心布下的一个计策，也许这个计划有些冒险了，但是为了帝国利益，绝不嫌弃我义无反顾。惠子，毕竟留下大汉民族的血，他有义务为帝国伸张承担责任。嗨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！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，这小子情绪起伏够大的呀！病得不轻。哎，小芳，你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就不关我的事儿了。哎哎，你又脾气又犯了呀？当初是谁吵闹着要替我躺雷了？啊，我呀。 我那是派独立团少一个爆破专家。嘴硬，没事，有你软的时候啊。我软？谁心软还不一定。嗯，走着瞧。冰山同志对我们的情况这么了解，你说他是谁呢？有机会啊，真想见见他。我也是啊。可这是党的纪律。 我认为啊，当务之急，就是要马上落实冰山同志对我们的指示，查清我们队伍中小藤俊的卧底。我还保留我的意见，小藤惠子非常可疑。小藤惠子的事情还不能确定。我知道，但是古振堂的手下呢，也是鱼龙的混杂。你看啊，他的左膀右臂，寒风和老蒋也得盯紧了。平三啊，别再猜了。 不能把独立团的人心都搞散了，查实一定要查的，要内紧外松。谁啊？大哥，他真是这样说的？是啊。 大哥，你冷静点。咦呀！
鬼？哪来的鬼啊？没有啊。你胆小鬼吧？哎，鬼长什么样？是不是黑黑的，大翅膀？哎，跟夜明虎似的。没鬼，鬼走了。哎，你看看，看看，是不是跟这个一样？看看，没事儿，别怕呀。可好玩了，你看看，哎，多可爱呀，这东西。嗯。是这个吗？啊！哎，别扎这个，他打小就怕这个。奇怪啊，咱们房子这么多夜灭火啊。是啊。哎呦，这是黄鳝血啊。黄鳝血吸引蝙蝠啊。行了，小妹。今天晚上你不能好好睡觉了。我哥哥，这东海花，放下！你开玩笑呢？万一枪走火，这打死我，不跟你玩了。吓坏了吧？啊！你这人有病吧？我不理你，你倒上赶着理我了。别自作多情了。自作多情的是你。哎，你说实话，是不是看上我了？你要是真看上我了，你就实话跟我说。姑奶奶赶上心情好啊，以前的事跟你一笔勾销。谢谢啊。我对你呢，还是那三个字儿，看不上。再见。切，你就扛着吧你，咱俩走着瞧，看谁先扛不住。扛呗，夜灭火。累吗？还可以。这大山里的空气真清新，这个时候。跟海文哥哥一起出来干点农活，感觉特别好，是吧？干嘛今天非要和我出来，害得我还得和政委请示半天。我就是想出来，想和海文哥在一块儿。是啊，要是没有别人在就更好了。哎，明明是我先出来，你们才跟上的。哎，惠子，我看还是我来吧，你歇会儿。谢谢。有时候看你一个大小姐背井离乡来到中国，还被监禁起来，没有半点怨言，我觉得你挺了不起的。哼，这就了不起了？那姑奶奶打鬼子杀敌人，还不得登上天了？所以，你对我仅仅是同情，是吗？哎，前面快到了，赶紧走吧。海文哥害羞起来的样子真可爱，这一点我要记到日记里。你说什么？日记，海文哥的所作所为，我都会记到日记里。又是个拿笔的，假把式。你是说你把独立团所有的事情都记在了日记里？那你的日记能给我看看吗？为什么？我想知道我都做过些什么。不能给你看。政委，怎么了？小东惠子不见了。哦，是我让他们出去。哎，现在正好是查内奸的时候，他就在风口上，万一他跑了怎么办？你不是还怀疑过我的人吗？团长，这话是听谁说的？
你甭管谁跟我说的，你只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。团长，不要听风就是雨嘛。是又怎么了？不是又怎么了？你跟我叫板是不是？对，我就跟你叫板。那你给我拿出证据来。你要没有证据的话，老子跟你没完。我告诉你，早晚有天我给你拿出证据。我等着，我姐等着吧你。六号、七号，海文哥，你到底要看什么？惠子，现在在独立团有一个奸细，如果不把这个人找出来，总有一天，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死在他的手里。那我的日记里就有这个奸细吗？我就只写了一个人。关键是，这个人把雷震图透露给了你父亲，这才导致我们独立团的惨败。我想看看最近这段时间我都和谁接触过，或许有我自己没注意的地方。那上面写的什么呀？和你有关系吗？我知道，肯定是些见不得人的小心思。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？当然有事了，团部都快炒成一锅粥了。好了，政委，怎么了？还等什么？都是因为你的雷震，奸细。说白了，小藤俊怎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破了你的雷震？怎么能有机会动了手脚？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，奸细就在那天晚上我们开会的六个人中间。要说怀疑，你是第一个值得怀疑的人。东海吧。从炸同江剧场到大瑶山营地，你跟独立团一起出生入死，我本不该怀疑你。可是现在，你跟小藤俊父女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小藤俊放过你了，炸松田你也被抓住过是吗？你想想看，有上百个日本兵的把守，你怎么能安全退出呢？难道这些不值得怀疑吗？师爷，你别冤枉好人啊！我已经找到奸细了。吴小凤，这玩笑开大了啊！我没开玩笑。我跟你想法一样。来啊，大家仔细想一想。自打这个女人进了咱们密营之后，咱们独立团就没有消停。为什么咱们一进城，这小鬼子跟警署都会提前知道咱们行踪呢？为什么在咱们多次的战斗当中，啊，老是遭到这小鬼子跟伪军的伏击呢？为什么炸松田马上要成功的时候，他会出现在铁道上？还有这次，是他主动要求加入的，都怪我一时糊涂，让他跟上。我以为能在关键的时候呢，要挟一下小藤俊。徐副团长，请你不要胡乱猜测。他没瞎猜，我有证据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用日语把密营的事情都给记下来了？会有这种事情？是，但是我没有写别的，我……你写没写？你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不就知道？吴小凤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他这里面肯定写的是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如果咱们独立团的人真的是被他害死了，枪毙一百回都够了。来人，到！滚大下！是，站定。纪章大乔的心脏是他告诉我们的，也是我把他带回独立团的。如果他是奸细，那我也跑不了。我告诉你，东海文，东海文，你是不是奸细？我会调查。让开！让开！赵政委，你说句公道话吧。好了。这件事情迟早会查清楚的，大家先散了。散了吧。
惠子。哎，文哥，我只希望大家平安无事，我也希望你幸福平安。这样，我宁愿一死，来替我父亲还罪。别这么说，没事的，走吧，我带你回去。你觉得不是他呀？董海文不是奸细，他就不是。那您既然觉得董海文他不是，那为什么？董海文和咱们就是两条心。你大哥那么帮他救何以琛，也没把他拉过来。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啊，把他除掉。谁知吴小凤给他找了个替补。韩院长，我这可都是为你大哥着想。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跟他说啊！哎呀，来了，来来，坐坐坐坐。咱俩好久没这样静静的待过了。说的是，救完何以成，又要查奸细的事儿。哎。你真的认为奸细是小藤惠子吗？说句心里话，我怀疑两个人。哦，一个是孙管家，另外一个是韩风。你说什么？韩风？对，从他教唆你抽大烟，到你在大烟馆被警察署刘署长袭击，还有。我们独立团被小藤去围堵了几次，这都你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只有他可以借给你买大烟的旗号私自下山。得亏你怀疑的是两个人，你要再怀疑第三个，那就是我古振堂了。你也不想想，跟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的好兄弟，如果是奸细的话，啊，我古振堂长着这两个眼睛是干什么的？出气儿的。韩长，行了行了，咱俩别吵。眼下队伍刚刚受到打击，安定人心是最重要的。你查奸细我不反对，但咱得一碗水端平吧。行了，哎呀，好不容易跟你这样安静的待一会儿，我不想跟你吵架。好。要不这样吧，改天我陪你下山转一转。不行，别大张旗鼓的搞得大家都知道。你很怕别人知道吗？啊，我跟你在一起丢人吗？还是我比不上老方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行行行行。哎呀，行了，不逗你玩了。啊，你跟董海文去天津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我还以为凭着咱俩的关系，你不会瞒我。我没有故意在瞒你。那你为什么跟他去天津？我们去收拾何以成留下来的遗物。你说谎。我能不告诉你吗？可我已经问了。你怎么对这事这么感兴趣？好奇。这件事情不需要好奇。还是独立团的团长吗？这跟团长不团长没有什么关系。我脸上写着什么字吗？有时候我觉得，你好像离我们独立团越来越远了。思琪，我只是随便问一问，没别的。思琪，我来。哎呦，谢谢啊。哎，怎么，找我有事儿啊？对。那进院说吧。
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我刚才听到你和古振堂的谈话，你真的是把老婆给忘了？没有，但是……但是什么？你忘了老方是为了你而牺牲的吗？你忘了你绝望的时候，老方是一步一步带你走过来的吗？你现在这个决定，你让在九泉之下老方怎么想？我已经决定了。你的这个决定让所有的人都寒心了。老方，我，还有曾经跟随老方的战友。另外，你想过没？组织上会答应你。我已经跟组织解释过了。怎么解释？跟一个没有革命信仰的人在一起，跟一个身在独立团却一心想着谷家财产的人在一起？他不是那样。他是。我问你，刚才他还在试探你，矿脉同胞，他的心里只有他自己。他跟你不一样啊，他没有你那样的信仰。你们注定是要朝两个方向走的人。如果你真的跟他在一起，我不反对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一定是个最大的错误，而且错误影响的不只是你一个人。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，我也不认为这会成为一个错误。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。你回去吧。司琴同志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嗯，董海文，你站住！你还不知道吧？许副团长下达的命令，这儿不允许任何人进入。连我都不行吗？他说，尤其是你。我有很重要的话要和他说，耽误了，我怕你承担不了后果。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倒要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什么味道？好像在烧什么东西。糟了！快开门！是。惠子，他这烧的是什么呀？他的日记，就是记录独立团活动的证据。这不是什么证据。不是证据，他烧什么？分明是做贼心虚。董海文，你就看着吧，我看他是死定了。惠子，我知道他们冤枉你，可你也不能采取这种方法反抗呀！你这样的话，我们都说不清楚了。这不是反抗。你这不是反抗是什么呢？海文哥哥，这本日记是专门为你而写，其他所有人都没有资格来看。我只是遗憾，一直到他被烧掉，海文哥哥都没有机会了解到其中的内容了。